子来了。人呢？是不是你来了？没人。我记得你小时候啊，一难过或者受了什么委屈，就会跑到岛上来，坐在灯塔下一待就好几个小时，谁也不理啊。没事，小叔今天就豁出去了，陪你做到地老天荒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小叔，嗯，你就是我的垃圾桶，只要在你面前再苦再难再不顺，好像都会烟消云散。好吧，小叔就当你一辈子的垃圾桶。别说话。机会吧，我再也不擅作主张找别的人了，导演。你不用再见我，导演。导演，您是我心目中永恒的导演。导演，就算你要开除我，我也得实话实说。虽然我跟你时间不长，但是我真的学了不少东西啊。不是你跟我学，是我该叫你老师。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导演。你是还有发票没有报销吧？是啊。不是，虽然我还有发票没报销，但是我决定不报了，导演。我真的是崇拜您的艺术，由于我的自私、莽撞、冲动、幼稚犯下的错误，我决定三个月之内不要工资了。我给你免费当助理。不必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啊？啊，导演，我以后再也不瞎做主了。别说你做主了，有很多事情连我自己都做不了主。导演，您放心，你以后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，把它当作圣旨。刘昊然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，别老是在揣摩，言多必失。哦，看书。哎，开宇啊，来了个人。哎，林警官，你好。陆飞导演啊，哎呀，你怎么又上岛上来了？这个，
我来找开宇叔的。哦，上一次来的时候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，要不是那次麻烦啊，咱们俩还不认识呢。小林啊，说好了啊。哦，没问题了。哎呀，看样子呀，这次我再也不用帮你抓贼了。哎哎，滚！镇里很多贼等着你抓。我走了。路飞导演，我还等着你赶快给我讲故事呢。赶快拍完了，拍完了把他送到岛上来让我们看啊。一定。哎，我走了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。嗯。哎，再见啊。来了，开叔。一点小心意，我在美国专门给您灌的，都是您以前非常喜欢的歌。不过转录设备一般，效果也不是特别好。当作是给你个纪念。谁唱的？你听了就知道了。哦，手脏，先洗洗吧。太叔，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短片，当时你帮我录的主题曲，我都忘了。当年我在美国拿去送奖的时候，有一个大的制片公司来找我，他说你的音乐虽然有一点走音，但是特别醇厚，于是他们就被这个音乐吸引了。我还真是走音走到美国去了啊。这是我专门来送给你的礼物，也是我对你的报答。刘飞啊，你送我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啊，但是说什么报答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。我知道开宇叔一直很疼我。来，坐下来。开宇叔什么时候开始玩冲浪了？
哦，快两年多了吧，玩的不是很认真。我也是曾经想过要学，但一直没时间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是我还没有勇气。对你来说，什么事儿呢，都不可能是没有勇气的，只是你还没下定决心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我下定决心，就任何事情都能做到？你看，这么聪明，我一点就通，根本不用我说。路飞啊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可帮不上忙啊。你送的这个宝贝唱片的情分，我可就先得欠着了啊。啊，哎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我就教你一个冲浪的秘诀。冲浪？嗯。时候，人都是要找最高最大的。要是你能直接冲着他游过去呢？就会累死，或者被他淹死。你要找大浪，行，你就得想办法让他来找你。哎，你不要一副醍醐灌顶的样子啊！除了冲浪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知道。对了，你上次叫来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女孩？啊，导演，我最近记性不太好。就短头发，眼睛小小的，叫你刘导演，还说你有角色给她的。导演，我错了，我从今再也不再瞎扯糊弄姑娘了。别紧张，我是觉得她挺有灵气的，故事里有个角色适合她，问她有没有兴趣。你想给高妹介绍个角色啊？嗯，小角色而已，几场戏。把这个故事大纲印出来，发给他。好。那咱们新的故事大纲也要给高明看吗？随你便。哦，我是担心他把这个泄露出去。不怕。明白。好，三二三，保持住。五二三，眼睛跟着手走。好，非常好。呼吸。好。七二三，感觉自己像个小公主一样，来，再来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呼吸。收。好，转圈啊。走，手架住，手架住，后背挺直。头抬起来，好，眼睛不要看地上，继续。高妹，高妹，刘导演，你还敢来呀？
星辰就在里面呢。别叫我导演，谁是导演？星辰看见我了吗？当然，没看到。他要是看到你，你还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儿？你说话能不大喘气吗？这个星辰真是厉害，感觉全世界都在围他转。什么？没什么。那你叫我干什么？上回那个角色你还想演吗？当然想。可是上次星辰那样，还能用我吗？哇！嘿，嘿。你可得好好感谢感谢我了，你知道为了你的事儿，我费了多大力，施展了多少拳脚。就刚才，刚才导演终于答应用你了。真的？嘘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先给你一份新的故事大纲，拿回去看看。我一定好好看，好好做功课。你是个努力的人吧？那就再给你一份，培训室里放一份，家里放一份，这样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它了。周到。头抬起来，眼睛不要看地上，背挺起来，原意把背挺起来啊。好，回到原位。下课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解散。下课了。来，下课了。拜拜。老师再见。回家小心啊。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星辰，你今天课上的真好。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？今天高兴，所以看什么都是最美的。又怎么了你？没事没事。我先走了，我得回家做功课去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一路繁花相送，电影大纲。故事从男女主角的大学时代讲起。那时男主角路飞是学校里的著名才子，暗恋他的人不在少数，其中就有我们故事中的女主角星辰。星辰为了追求路飞，经常制造各种偶遇，可路飞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不修边幅的女同学，或者叫假小子比较贴切。导演，您的这个最新版的故事我已经拜读过了，公司的同事呢也都看完了以后交换了意见，大家一致觉得吧，耳目一新啊。哈，你就直接说问题吧。那行，那我就直接说了啊。本来我们资方的意思呢是拍一个爱情悲剧，里头最好加一点喜剧元素，让大家看完以后呢能够笑中带泪。当然了，它也得是一部有着票房回报率高的商业片，最好呢又不缺乏艺术性和文艺性，能够送展的那种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很文艺，但是绝对不能沉闷，里头最好加一些闹腾的元素，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这些
我怎么觉得这个也挺那个八个不同的人各在同时讲话了？灾难了都要加。当然了，我们也给了导演您很充分的创作自由和空间，但是我希望导演您的这些创作自由和空间呢，能够和我们的需要相契合。但是我们看完了您这个最新版的剧本以后，我们感觉味道有点不一样。什么味道？您能说的具体点吗？太淡了。 我理解您的顾虑，这是一部讲述爱情的电影，里面的人物和内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希望里面的表达和外露可以更淡一些，或者说是更细腻一点，这样对于观众的观影感受和代入感其实都是在升级的。是这样的，导演，现在市面上的片子呀，大家都爱看这种。 大开大合，大名大放的片子，恨不得两三分钟就得撒一次狗血。您说您这么寡淡的片子，我确实很担心啊。正是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吃快餐，习惯了味道重的东西，返璞归真的故事和情感才是更加珍贵的。不能因为现在环境如此，我们就妥协了。作为创作人。 我对于我自己做的事情，我有十足的把握。像你这样优秀的投资人，应该对我更有信心才对。因为你看到的，不只是眼前的东西，而是我这个行业的未来。导演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咱们这个剧本里的女主角呀，是不是太普通了点儿？她平凡。 但绝不普通。哎，那个导演，这回可真不是我招的，是他自己来的。 星辰，你的故事介绍我看到了，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那么过分。 不要把我的个人生活隐私和过去再牵扯到你的电影里了。故事还没完全写完，还是会有修改空间的。我不关心你的创作，我不关心你的任何事情。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，你的故事里，请不要再出现我。 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但那是我的青春，那是我过去几年来夜深人静时候的念想。都已经过去了，没有必要再提了。选择遗忘，是因为你不愿意面对我们的曾经。我尊重你，但这份回忆。 我希望我永远记得，所以这部电影，我一定会拍。
导演，今晚资方安排了两个网络采访。知道了。那咱们剧本还改不改？我是害怕晚上媒体会问。不改，只会增加一些细节。哦。这什么呀？电影《一路繁花相送》，导演陆飞。这不是陆飞拍的电影，讲的是你们那时候的事儿。哎呀，你别看了，气死我！你知道他把那个女一号写得多么不堪吗？啊，说为了追求一个男生费尽心机，制造各种偶遇。亏他想得出来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就有点好奇啊，你现在是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你是生气他把你们的事儿拍成电影了呢，还是生气他在电影里把你写成了一个倒追男生的女粉丝，还是生气陆飞这个人突然一声不吭又跑到你生活里来了？反正没一件值得开心的事。其实陆飞这个人还挺幼稚的啊。幼稚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幼稚吗？这跟以前在学校里追你那些男生有什么区别啊？你看，把你照片贴在学校门口，把你的作业藏起来，在小广播里放你喜欢的歌，这不都是小孩子的把戏吗？他呀，就是在刺激你，想引起你的注意。哦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天天这样在家里坐着生气啊？我能怎么办呀？他打定主意的事情，谁改变得了？天哪，这可真不像你说的话。我听高妹说，今天晚上有陆飞的采访直播，要看吗？不看。你好，陆飞导演。你好。在您的新剧当中呢，有人说有好几处这个女追男的特别设置，这个是跟您的个人感情经历有什么关系吗？还有就是您作为导演哈，本人这么帅，那您拍这样的故事，是不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女生追求过您呢？也不能这么说。青春的故事呢，大同小异，有你经历过的，也有你向往的，也有可能有一个人就这么一直的存在在你心里了。失去才能让我们知道曾经的一切有多重要。我想很多观众大概都会有共鸣，生命中也许会有荆棘满途，但也会有故事里那样一路繁花相送的时刻。我听过最美丽的爱情故事，是一对一起走过七十几年婚姻的老夫妻。老奶奶九十几岁了，记忆力也越来越不好。她常提起她当年是怎么追向她七岁的老爷爷。他们俩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有一天，老奶奶对老爷爷说，
我的记忆力一点一点消失。还好，是我先忘了你，要不然你会比我更难过吧。找我。听刘浩然说，你们要找个芭蕾舞指导。是。这里有份合同，你看一下，没有问题，你可以签字了。你愿意做我的芭蕾舞指导？你先看一下合同吧。不用看。我劝你还是看一下里面的条款。我再重申一遍最重要的三条。第一，工作室外任何场合不得出现在你视线范围之内。第二，任何地方包括公众场合不得和你进行工作以外的交流。第三，在专业上充分尊重你的意见。我没记错吧？还有，我只做芭蕾舞指导，我不会为任何人舞蹈，尤其是你。星辰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，愿意来参与我的电影。或许我想重温一下过去那段跟你有关的过去。星辰，然后时刻提醒自己，这辈子永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路上有点堵车。没事儿，我也刚到没多久。需要点什么？帮我加一份牛排，谢谢。你猜我刚才在路上碰见谁了？谁呀？你妹。我妹。你妹跟你那个青梅竹马。哦，你说她呀？如果说你跟她算青梅竹马的话，那你妹跟她也算青梅竹马。那可不一样，我跟路飞先认识的。这种事儿还分先来后到吗？我小时候一直觉得长大了我一定会嫁给路飞的。哼，小的时候啊，我们大半个班的女生都说喜欢我，都想嫁给我，他们都如愿以偿了，那我死了算了。还真是年少无知害死人。哎呀，后面有人一直在看你。是吗？习惯了，公共场合吃饭都这样，可能是粉丝，随便看看。请问你是 ？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戴维凡。那是要签名还是合影？来，帮我们合个影。合影。
范维凡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不要脸。不是，这谁呀？有病啊你！谁呀这是？你真没认出来是谁啊？小严呀，我都记得，你居然不记得了？小严？谁是小严啊？天哪！你大学时候的女朋友？哪个？啊？就你模特队的那个呀？导演，哎，来了。你又躲这儿写剧本了？哎，找一些合适的音乐。哦，我已经找到舞蹈指导了，把这合同交给昊天系统。哦，好，太好了，您继续。哎，没事。韦老大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星辰要当舞蹈指导了。还记得你跟他闹分手的时候，是那次大三的时装表演，你们队急着要上台，你俩在后台跟说相声似的，就是不上台。他说你对他不够重视，你说他控制欲太强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你跟那个女孩还说，你说姑娘，你也是大美人一个，何必对这种……哎，叫什么词儿来着？大男子主义。你说跟这种大男子主义何必要伤心呢？像这种随便跟女孩就提分手的男生，根本不值得珍惜。分手就分手呗。哎，我在你印象中就是那样的花公子。哎，行吧，反正娱乐了你，我很开心。不过十年都不变，这不太可能。你看啊，就比如刚才那女孩，她以前文文弱弱，喜欢哭，现在呢，变成施暴者了，弄得我一身都是水。活该。再比如说，曾经去劝别人不要在意我的人呢，现在跟我共进午餐。当然了，还有那个被人总说是大男子主义的人。自从被你说了以后啊，再也没有轻易跟别人说分手了。快吃吧，都快饿死了。哎，刘浩然，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谁让你把星辰招进组的？不是您让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件事情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导演，导演的意思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您当时不是让我把星辰推荐进组吗？我是让你想办法找机会让他们两个碰面。对，是碰面，就是碰面。是，导演他不按照咱们俩的计划行事啊。所以这事已经定了是吗？